个车先换落去先，咁我会跟后尾嗰班团友一齐落去嘅。咁、okay. 你哋落咗山之后嘅话咧，就上翻我哋嗰部大巴。先放翻我哋部大巴先，跟住我哋就食饭。喺大巴上面等一等我先。OK， 咁我要落山要去洗手间，就去个洗手间先，因为我哋另外一部车话系上紧。因为很乱，我呢条做过，
有两几十人。你现在你不管开车，我能不能走？可以。哦，你打滑了。哇，这个汤挺浓的，很心快。不够过，一定要往前走一点点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大，不要方，不要大，慢慢来，先往前走。你要得了，好好好好，行行行。不行啊，师傅，还是要往前一点点喽，师傅。照着那个方向往里面打呀。好。他那个方向总是往外面打哟。他往里面打，他那个屁股就往外面去了吗？他不喊那个，就是是吧？切一个另外。